带来有，所以我说又买了一刀。嗯。好，这个指呢要短一点，短一点，那么就这个起头你就可以矮一点。这个你现在没有画的，这边我就留空啊，我就留一点点哈。我把这个就留一个空，斜头一个呢，杆子走的是后边，我们这个走前边。这个水你要多蘸一点点，不然的话就很干。好像有点不吸水啊。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，但这个虎头鹿黄的是粉红色的红梅，也非常好看。红梅色的红梅呢，它是白粉，你也要用的稍微多一点点。比如说你如果要夸很了，那么这个数字就很大，那么你在这个地方你要收小一点，小了一点，那么以后就好办。如果大了你要改过来就没有办法改过来。对了，就是勾，都是勾老杆。就是说你看嘛，我这边是光线照不到地方，这个是亮的地方，这个才是圆的了。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留了一个空，留个空了，按理我这个杆呢，我就要走在前面去。好，你看，假使说我这个杆小了，你可以从这边加，你就可以从这边加哈。你如果说你到了，我就没办法了。搞得细嘅，哎，那个就没办法了。暗嗰边加阔去，加大去。我这中间搁它一边啦，这个是表示这个树枝中间烂了。哦，烂。啊，这就是空的，这个是烂的了啊。这是烂的。烂的那个空，一个空洞，哎。你慢慢的画了，你贴起来看，效果非常好。这回跟我回去才买到这个纸，其实以后没有买的，以前没有地方卖，买了那个紫色那个颜色呢，没有这个颜色要好看，这个颜色特别深，这个颜色好。这回这个呢，你看我就要走前边走，好，我走前边。但是这个我也要走这里过来，好，我把这个地方留空，其实这个中锋了，对，啊，中锋侧锋，啊，我都在用，都在用的。好，这个表示我走这个地方过去了，那中间就是画好多花，这个就画花了为止哈。这个画花，对对对，画花了啊。这个我也要留。好，特别是这前面，你的笔一定要收小一点了哈。收小一点过后，你可以加。就只重了，这个手一定有时候靠起来，
不靠近来，你看到那会儿那个，他那个枝条那个的，突然就很粗了啊。这个叫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穿铝制嘛、啊，这就穿枝了，okay, 一个铝制。铝制。这个也是穿铝制、嗯，你看，这个也是穿铝制，嗯。好，都不要了，不能太多。比方说、嗯，这个地方我可以或者生个枝，也或者也许我不要了，这个你尽量的空一点，少，最要少的就是这上边。嗯，好吧，上边要小一点，要少。你多了过后的话呢，你就显得满了。嗯，好，这根比较粗，这个地方呢就，就说你以后记到你们自己的画，别说我画的这根大杆，我要说中边，或者我从这个地方来穿，不一定怎么拐，或者你要从这个上边也可以，反正就这个样了。反正你说是上边呢，你就不要什么都不要要，你就不管它，这是一个树桩，你就主要把这一部分画出来，就可以了啊。就是现在呢，我就拿白粉来给你点，点了过后我留起来，你就我点一个位置，我点几。